一个多少？一个多少？这个一百五啊，一样啊哈。为什么差异在哪里？厚度啊。 比较多啊，是不是？寿工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你自己做的、啊？在哪里？在南投吗？南投埔里。埔里啊？哦。哎，你们要上课啊？啊，你们要去上课啊？现在这个卖的好不好啊？卖的好不好啊？ 我大班才要请工，啊，我大班才。哦，这样啊，你还是小班呐、啊？你还是小班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一天下小班了啦。<笑>那你就每天会进来吗？没有，有时候啊。十几天了，有没有打另外的市场啊？ 也有啊，好可爱啊！啊，所以你可能下个礼拜再来啊。下个礼拜啊，好好好，叫我的太太过来。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再买。哎呀，看看啊，要叫我太太买啊。啊，对啊。你自己买。好聪明啊！ 好，拜拜。